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 LD101 的接线。首先我们先把6P 的连接线接起来，手柄接上，主控制盒接上，然后再把轨道接线接好，轨道接线接连接到轨道上面，然后把电源线接好，电源线接到主控制盒的这个位置，接好，这样子整个接线的动作就完成了。